各位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凤点微博，我是 Vicky 陆静怡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热点微博呢？2016年版本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最新收录了一批奇葩的记录，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吧。有跑得最快的乌龟，速度是普通乌龟的两倍，被称为乌龟中的博尔特，记录是每秒0.28米。还有一只安哥拉兔以36.5毫米长的毛打破了世界纪录。另外，英国一个69岁的老爷爷皮特种出了世界上最重的胡萝卜，重量超过9公斤。还有个印度的哥们儿造出了世界上最长的圆珠笔，长达5.5米，重37公斤。网友说啊，为什么越看越觉得越来越不对劲呢？请问这支圆珠笔有谁会用呢？再来看这条微博，社交网络 Instagram 上有个叫温克尔的网红奶奶，今年已经87岁了。老公和儿子去世之后，奶奶并没有就此颓废，而是越活越年轻。她经常穿得很潮，并且表示不喜欢那些老气横秋的衣服。很多明星，包括 Miley Cyrus 和 Rihanna 都关注她。老人的 Instagram 上经常上传一些搞怪的自拍或者是欢快的照片。她说啊，只要你活得年轻，那就是年轻了。他的粉丝都很喜欢这位爱笑爱搞怪的温克尔奶奶，大家是不是很佩服他这种生活态度呢？好了，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凤点微博，我们下期再会。